主题叫做什么？盛情难却。在这里呼吁大家，有爱一定要大声的说出来，回去跟家人讲，跟你的爱人讲。那我们响亮萨克斯风在这里祝福大家圣诞快乐。第二首曲子我们带来了一首浪漫、甜蜜、温馨、动听、超级超级深入人心的一首曲子，曲名叫做《这世界这么多人》。很难得我们大家齐聚在这里，你也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。今天因缘是我们的卢迪社大的惩罚，大家齐聚在这里，共度一个美丽的圣诞联欢晚会。这世界这么多人，非常的甜美，送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